顺着风的方向。 这样就可以了。晚夜来得正好，你看我这块石头雕得如何？灵巧有趣。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山景，别国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名山，若有机会，真想外出看看。你若想去，随时都能出发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是如今的家主，虽说风元家远不比从前。 可该做的事，一件都没少啊。但像这样坚持父辈的道路，为一度陨落的家族事业倾尽所有，当真值得吗？父亲，我不明白。晚夜，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：家族固然重要，人却也不能拘泥于此。家因人而存在，要是我们自己过得苦闷。 又谈何让家人快乐幸福呢？从前的事，影响家族甚多，可它不应是让子孙背负的重担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厌倦了无趣的生活，就丢下一切出去走走，切记，不要让生活束缚了你。是。 久闻大名，今日特来拜会风元先生，请赐教诲。能与您这样的军人一较高下，是外业的运气。晚爷，迎战！往返自然，克！这个如何？这，聚收并蓄，老实点。
冻结吧。可以。固若金汤。御风而行。真是急性子啊你。这个如何？